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女儿不漂亮吗？我不漂亮吗？这不漂亮吗？凑合，相当凑合。凑合，只是凑合吗？啊啊，漂亮漂亮，相当漂亮，越来越漂亮。完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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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听我不听。啊，再见。完了。啊。哎，顾卫，要是以后你们俩生的孩子长得不漂亮，那是怨你呢，还是怨笑笑呢？啊，怨我，怨我，一定怨我。我们俩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漂亮啊？康康你，康康我，康康我们两个，这个颜值怎么可能不漂亮？孩子一定非常非常好看，好吗？再说了，外表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内在。没错，智商是智商，像我一样的智商 ，OK？ 你说的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什么表情啊你？什么表情、啊？都对，小郭啊。你看看人家顾卫啊，多会说话，多会聊天。你呢，从年轻到现在没说过一句好听的。没有吗？那我现在说句好听的。没有。李女士，你是越老越有味道，越老越漂亮。姐，我受不了了。别不自信了，夸你们用。我这人说的都是实话。医生也快夸夸我。你也很有味道。有什么味道？你让我想想，那难为死闺女。香香的味道，香香的味道。好恶心哦！你让我夸你，夸你说我恶心，他会想我怎样？那你也夸夸我。你讲的真是非常的帅气呀、哎呀！老林，你也很帅。好，可以在你的酒窝里跳舞啊。闺女，你有酒窝吗？我看有，笑来大大笑，真有啊，真的有，他有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？